在娱乐圈有不少女明星可以说就像吃了防腐剂一样，即使四十多岁看起来就像二十岁的少女一样，让人非常震惊，不少人都表示羡慕，想知道女明星们有保青春的秘方。伊能静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明星，经常少女的打扮加上细腻的皮肤，让人不敢想象她已经四十九岁了。最重要的是和十六岁的儿子站在一起，就像姐弟一样。近日伊能静在微博上晒为自己和前夫哈林所生的十六岁儿子哈利庆生，并配文道：生日快乐，十六岁的小少年。照片中十六岁的哈利有一双大长腿，很高挑，即使被遮住了样貌，看得出也是一个非常高颜值的少年。她是性感女神，四十九岁还是少女模样，和十六岁儿子站在一起，被指向姐弟。但是网友们的注意力似乎都在伊能静身上。在照片中，伊能静身材十分苗条纤瘦，和十六岁的儿子站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姐弟俩。不得不说，伊能静的保养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不少网友都大呼羡慕。如今四十九岁的伊能静保持了一个非常少女青春的心，经常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也时常晒出自己的女儿小米粒和鲜肉老公秦昊的照片，特别是和比自己小的老公在一起，也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看得出如今伊能静的生活十分开心幸福，不管外界怎么说都不会太在意，想必伊能静保养这么好的秘诀就是拥有一颗非常青春少女的心吧。